今天早上起床的时候有一点小过敏。趁大家还没来的时候，先把我的 OK 绷每次贴完呢，都会就是 Hello 小森，就是 OK 绷贴完，不是都是会皮肤都会有一层那个胶，然后那个胶拔掉之后，就是 OK 绷拔掉之后，那个胶就会粘到血血脏脏的，脏脏的就会想这样，所以就会看我的手脏脏的。Hello， 午安。午安。我今天一样在我的房间直播。哇，现在整个人觉得鼻子好痒，因为我刚刚在整理房间、客厅，然后晒衣客厅，然后晒衣服的地方，这样都整理了一遍，所以我的鼻子好痒。可能有灰尘吧，灰尘。Hello， 乔乔，早安，晚安，不是早安吗？早安，晚安，午安。前一天工作的时候把我的手割破，尘螨应该是吧，因为。最近都在忙工作，然后虽然我每天都会扫地拖地，可能我今天是到阳台那边在清理一些小灰尘，然后就有尘螨，而且那个阳台是户外，所以就是大整理一番，那鼻子就超痒。午安啊，各位！搞定一下我的。Hello， 菲菲微微 ，Hello。Hello sales， 还没讲 Hello 啊，萤幕，我要我的萤幕暗一点，然后我要声音不要太大 ，OK， 再听歌。哎，怎么不能抽？午安雨男，阿力真静环，真什么静环卫什么意思？小杰 ，Hello， 勇哥，欢迎午安雨男 ，Hello， 野木，切尔登，午安，各位午安，草莓酱 ，Hello。我跟你讲，我其实是一个非常爱打扫的人，就是我只要觉得开始觉得不太舒服，然后我就会开始一直整理家这样。然后我是整理是那种每天扫地拖地，然后桌子我觉得或是镜子什么都开始有一点灰尘在上面的时候，我就会赶快拿那个消毒水再加湿纸巾这样擦擦擦。然后我今天就刚好要去洗棉被，然后晒，不去烘，去给人家烘，去外面烘。这就是我每天觉得一定舒服的环境，一定要把它保持住。午安，哎，我是说真的，因为我不喜欢就是脏乱，我觉得乱还可以，因为东西真的很多嘛，没办法，
展，但是自从我迷上了收纳之后，我就开始就是很爱买这种，所以我现在就是我昨天晚上10点多的时候还才在整理我的收纳柜，就是我就很喜欢这种收纳小盒子，然后就会放在我的6个柜里面，然后就是各种口红啊，就是会这样子有一个旋转的，然后它这种亚克力的小盒子这样收纳起来，然后连充电器也不放过，就是一定要用这种 IKEA 的那种39、29的小格子这样把它用起来。我就是对收纳开始偏就是热爱之后，就开始一直在收纳，从来没有停过买这些小东西，因为我觉得女生的东西就是越买越多，然后堆了，然后就是要一直买小盒子小柜子什么的收纳柜，所以我就对这些非常讲究。然后我昨天在整理的时候，我就发现了，我早上起来的时候想啊，怎么还有一个没有整理到呢？这样，哎，真的擦不干净哎！我昨天贴 OK 绷，我没看到那个，就是我昨天擦干净了，因为我昨天被前几天被那个工作的时候被割到这样这个伤口，然后因为贴。声音了，我真的不要再打电话过来了。笑笑午安 ，Hello 雷军 ，Hello Hello， 等一下哦。常打这种时间就打电话，就以为你闲闲没事在家，然后就可以接他的电话。嗯，不该勿扰。我刚刚说我早上起来的时候 ，Hello， 隔壁谢谢你的一颗星 ，Hello Hello。然后我昨天整理完之后，我早上起来之后发现还有一柜是我觉得没有整理到很干净的，就是这个小盒子。但我觉得这个小盒子真的是，这容量真的也是有一点，可以让我找到一个收纳是可以放很多东西的嘛。还有很多业务员的嘞。对啊，我就是不想接嘛，不然一直干扰我的生活。好，这个是我的那个荧光笔，前阵子买的。然后我觉得我要开始自己在家里自学一些东西，所以我就开始买笔啊，买笔记本啊什么的。然后但是呢，因为我的笔袋其实已经很多笔了，然后我现在要来做一集，我现在想要来做断舍离这件事情。这个是蜡笔小新的一个塑胶袋，这样就是夹链袋。然后我觉得笔有点过多了，午餐吃了，荧幕里面人是我的宝贝，我是宝贝，我是皮卡丘宝贝。今天穿啊，我今天是小鹿斑比啦，我刚刚用的特效是小鹿斑比，所以我现在是小鹿斑比。我跟你讲，我真的超哈爱这一支笔的，这个的那个什么，这个款式的笔，它真的很好看。它是拜拜，上班加油。我真的是特别热爱这个笔，你看我买了很多颜色，但我不知道有些颜色跑去哪里了，可能用一用然后就不见了。然后这是那个是无印良品的蜡笔小新的，然后上次是好像是家树送的，然后我一直都用到现在，因为我觉得非常非常好用。对，我觉得这个因为这种就是你看哦，蓝黑红都有，然后而且又是蜡笔小新，然后它的好像是0.38吧，所以就是写起来是非常好写，而且就也不用这样每次这样带那么多颜色。可是因为这个带的颜色是很墨迪、墨蓝、墨绿、酒红、深蓝颜色，就是觉得它的颜色很那个很好看。里面还有一个量体温的，因为我每次都觉得我量体温的都不见，所以我就把它放在笔袋里面。反正它长得也像笔。但我在想这支笔要不要丢掉，可是它还有笔芯，然后我已经很少在用它，但是这个蓝它被这个取代了，所以
买笔真的很爽，但买了都用不完，下次还想买。但我最近已经没在买笔，所以不可以乱买。你看这个也有一个，是只有红黑。然后这个其实我也很不想用，这个是我觉得没有很好用的笔，但是因为它上面是 Sakura， 它就上面是写樱花这样，然后我觉得哦好可爱，白白粉粉的。然后这个是签名必须用的，就有的时候公司会寄一些明信片叫我们来签名，就会用。你看墨绿色好好看哦，哎，这个哎它有粉色，你看轻复古粉，然后这两个颜色都很好看，所以我就很热爱买他们的。还有这个大大的麦克笔，这都是一定要的。然后这个好像就是一个长得漂漂亮亮、干干净净，但其实也没有很好用。笔只是买来好看而已，没有我有在写东西，我是一个很爱笔记的人。然后最常用的就是无印良品的黑笔，这是真的是非常非常爱用。可是因为对，还有一些荧光笔啦，本身就是非常也是非常爱用荧光笔做一些记号。然后这是有一些什么学校送的啊，就把它留着，这样好像也没办法断舍离，因为这些东西我都会用到，好吧？然后一个小蜡笔小新，上次吃藏寿司送的那个。那个胶带，但我觉得没有什么用处，但也不可能丢掉。还有唯一一个橡皮擦，因为我有用自动笔，但我的自动笔去哪？哦，这边黑色。我非常非常怀念那个以前那种用削的笔，可是自从有了那种自动笔，我觉得这种还是比较方便，而且这个也很好写，写写虽然也会断，但是就是没有那个削笔的麻烦。然后这个其实我一直很想丢掉，但是我觉得它太可爱了。它是景文科大送的笔，然后它是萝卜。你看我连包装都刚才拆了，就知道为什么我多不用。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可爱的萝卜，所以我才没有把它丢了。但这个笔很难写，所以我就没有很爱用。然后最基本的，所以你看我这些笔，我这些这个笔是拿来画画，跟写一些可爱的字，跟写卡片的。因为我有时候也很喜欢写卡片给朋友嘛，就是生日啊什么的，这样这笔就是很好看的一些颜色，而且它写起来也很可爱，磁胶带好可爱。我是一个爱笔记的阿力人的人，什么意思？好，所以呢，我觉得这一袋让我这一盒我真的是。这个是什么？反正就是一些东西。像我都会买一些 USB， 就是一定要存东西进去。现在都买那个几 G 很少的64 G 什么，可是这些真的是很方便。然后还有一些出国的转接头。对。然后这是那个小硬碟，可以扫那个。哎，这是什么？该不会是我的印章吧？我现在，因为我刚好今天要做一些，你保存有好多东西哦。毕竟我也是有出过国的人，所以当然一定要准备一些东西。你知道，不准备是不对的哦。没有，我早上在整理房间，然后我就发现我的收纳和柜还有些没整理到，我就想来翻找一下我有什么东西被遗忘了。好，然后这就是我的身份证跟那个驾照什么的。好，这些就不能给你们看，因为毕竟驾照什么的资料被你们盗，我就不知道你们把我的资料放去哪里骗。OK， 还有十一月脚链的，这个其实是我自己收藏。然后如果真的有朋友他需要我的，或是我的家人啊，他们想要我的照片，然后我还是会拿给他们，然后签名这样。你要出国？没有啦，是之前啊，之前有出国啊，所以就是要准备一些转接头啊。哦，那这里都是一些比较贵重的东西耶，例如一些合约啊，合约喂，好看，
然后呢，这一包是我也是蜡笔小新，你们看我真的很多蜡笔小新，这也是我蜡笔小新袋。因为这些东西呢，它就是放一些什么，就是银行的卡、簿子啊、台薪啊，什么什么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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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类的，这样不能给你们看到账号，等下你们汇钱给我，怕我乱花了。好想给你们看到账号哦，喂。对不起，我真的是时间观念真的是不会看好的人，对不起。我非常喜欢蜡笔小新啊，非常热爱。你看我的水壶，然后你们看我的床头柜的小新，他也跟我一起睡觉，穿睡衣。我会前来账号，可以不小心一下。喂，这个呢，里面是我的护照跟我的一些。这张照片330元，什么330元？哦，就我哦，还有疫苗接种记录卡，看这是我一定有的。哇，你看我打了，我第一季打了 AZ， 然后第二季也打了 AZ， 第三季打了莫德纳。哎，你们三季都打一样的吗？还是也有一不一样的？然后还有我的哦，我还有那个哎。机车行照哎，哦，会有机车行照，然后我的护照，我希望我哪一天可以用到，我好想出国，我现在好想出国 ，Oh my gosh， 怎么办？我好想出国。然后这个是我的出国护照卡，但是我觉得它有点坏掉，这个，然后。里面还有我之前去加拿大的，我去了加拿大做了什么事？这是我去 CN Tower 的大楼里面，然后这个是飞机票，搭了很多飞机票，然后还去了什么？哦，我们还有去，哦，还有去那个哎，我跟云爵还有嗡嗡去那个，我们有飞去那叫小琉球嘛，对。然后我去加拿大的 Uniqlo 买了112美金吗？是吗？是这样讲吗？而且他们都有加税，不知道为什么一定会加税。去那边买东西一定都要买。我跟阿丽一样的 AA 墨哦，真的，我们是一样的。现在就去买机票，还是你跟我一起去冰岛？好啊，好啊，怎么这么好？加币吧，我也哦，加币了，加币不是硬币。阿丽老婆要用钱，我马上会给你跟我讲说就好。咦，好像都是混的吼。哦，这些东西是很值得留着的，而且我这些里面的东西好像都很值得留下来。我就是一个不爱丢东西的，可是又觉得东西太多必须得丢的一个人。好了，但是就是我们必须得那个，好，先把它收起来。但是这些东西我等一下要拍，公司需要。等等会被背吗？加税害羞？咦，怎么可以这样子呢？不行啊，我的身体是很宝贵的，不可以让你。给我钱就要出卖我的身体，你给我钱我就要去帮助需要的人，我不会自己花。如果你真的会给我，就会把它去给那个叫什么了，那个需要的一些路上的一些宿舍阿姨们。哎，你知道我前阵子我家楼下一楼啊，那个。那叫什么地方啊？我比较要那个什么都有，跟百宝箱一样，但我还真没有这样子。除了我的家人啊，男性可以睡在一起之外。不能随便跟男生乱睡，阿丽坏坏，睡也不行啊。我们女生要保守、矜持，还有我们要爱自己。
海报跟谢谢你的红玫瑰，我还要画线呢、啊。对啊，我跟你讲，我是画线也不行，我要就是你睡你的床，我睡我的床。整理哦，好，我先放回去。我都没有戴过这个手链，我戴戴看这个手链。这什么歌啊？可以放一些好听的歌吗？我都快睡着了。木木来啊！我看到木木吗？这个是我上次金马奖，然后我有带他们的珠宝，然后他们送给我的小小项链，要表达谢意的小小手链，然后是一颗小小的小这个不知道是什么，但应该。没看到这是什么，我也是不知道。那我就想戴戴看，因为我都没戴过。好需要人帮忙戴啊！其实我很少这样戴东西，不知道戴不戴。耶！不要动，不要动！怎么戴啊？戴应该很漂亮，可是它就这样啊，而且好像你们会看到我的伤口，可以当脚吗？真拿你没办法吧。我好像智障。先不要晃，先不要晃，他一直晃。需要我吧，超像定格，很难哎、欸，我一定要成功，一定难不倒我。算了，放弃了。我不想放弃，但是我觉得真的是，我刚刚快生气了。好，我已经生气了。怎么很符合我人设？好，就先这样吧，大家看，它就是一个很可爱的，而且它是粉红色的。好，我从来没戴过，就这样，谢谢。我永远也不会戴了，因为真的太难戴了。不生气。
重点是我戴不上啊，就是因为我戴不上，我就很生气。艾萨克是你的相守之心。我跟你们说，如果你们去 TP 前辈们啊，如果你们跟他们说这个东西，他们都知道是什么。这个是我们在后台一定会擦的东西，就是身体美白，就是像你擦了它就会全身美白哦。所以我们大家都会很常在别人前擦，然后哦，我要来叫你们帮我挑选一下那个。我的就是我不知道这叫什么，大家帮我挑选一下。就是因为我现在房间呢是用这个，就是这个是我在网路上买的一幅画这样，然后就是现在这个是夕阳嘛，然后湖面这样，然后另外一幅画我在想要装哪一个。另外一个就是比较就是大自然的，就是树啊这样什么。你们觉得我要换哪一个？因为这个我已经用了大概半年左右，就在房间这样挂着。可是因为也很像我房间的风格，但这个也没不好看啊。这个就是它会很大自然。不会啊，我超爱买画的哎，我超级爱买的。我最近在想要不要去买那个相框，因为我想要两个都装起来。大家觉得哪一个好看？哪一个适合我房间？像我觉得我房间是，是都是一些木头色系啊，还是比较喜欢夕阳湖面的。中午好，我觉得你超最好看，好，那我就不换，我就用夕阳的，因为我也真的是觉得好啊，的确它是我目前最喜欢的一。我这样才买，画是99块，然后框是199，所以才买300多块，那便宜哎，比 IKEA 的便宜。IKEA 的都很贵，但也有便宜的来着。我就是这样挂，给大家看我的房间的一个床头柜的感觉，给大家看。这是我的床头柜，这里有一个横开的小灯，然后蜡笔小新、小相机这样，然后这样。所以就是那个是香香，这个是在生活工厂买的，然后是这样香香的，所以这个湖面就这样放到这边，就是很好看，就是很就是我整个颜色这样。对，我先转过去，怕你们等一下看到一些很奇怪。我的位置在哪？你的位置哦，在这里，有没有火里面直接烧起来？就是 IKEA 很香的那个蜡烛。你哦，你在那个蜡烛里面啊，就被火烧了呢。因为你们熊熊烈火，因为你们的心对我很热情，所以你们是在哪？我在你心中是香香的，好，是香香的，对，没错，是啊，的确是啊。好了，我真的要把一些口红施舍给一些成员或是一些我的朋友。我觉得我真的太多口红了，我现在要把口红给别人，因为我是根本没擦烧仙草，房间好整齐哦。我啊，好啊，给你啊。这个颜色，这个是 NAC 的牌子，然后我真的是。完全没在猜，感受一下它是什么颜色，欸，也没不好看啊，好吧，先留着。这个有那个草莓香的味道，欸，它怎么断掉？啊，它融化，粉哦，
都舍不得丢，有可能。哎，这怎么？哎，我喜欢这个味道，哎，它怎么会软化掉？哎，拿去冰箱冰吗？啊，我想哭。你看，我擦了那个颜色。广告是怎样？要去公司吗？没有，应该要等下礼拜再去。哦，这个颜色其实是好看的，但是为什么会软掉啊？怎么办？我喜欢这颜色的书，我现在觉得好难过。它也只能就是慢慢这样出来。你看它粉粉的，这个是哎呀，我涂到的牙齿。这个是我最喜欢的，就是我如果要化淡妆，然后这个颜色很可爱。千金难买早知道，那头狗一直在地上缓缓的走动，缓缓的叹。好，那我会去拿的。每一个都舍不得，但是这个是我会擦的、啊。这个是那个变色的，这个我要送给别人，我真的会送给别人，因为这个是护唇膏，它是会变色，然后它也是香香的，还有草莓香味哦。然后它这个很可爱，它这个是一个，你看有没有看它包装是一个小爱心，而且我擦过几次哦，我跟你讲，如果卖，大家一定会买。这个我就是好，我决定把这一支送出去，看有谁要。哦，然后这个是我就是不太会用，可是这个是一个试用的，然后它有很多给我。它这个是韩国的一个小牌子还是什么，不知道。这个我有这个颜色，我应该也会送。然后这是那个小唇膏，你要有阿力味吗？韩价500元，现在好像在卖直播哎、欸，不要买啦，我要怎么寄给你们啦，傻瓜。你看我的口红有多多啊！来来来，我现在真的要来一一的把一些给扔了。哎，你看还有另外一个哎，变色的，就跟你说我买了很多，但是这个好像不是，这不是护唇膏，这是口红，但是它也有一样的味道。女生永远口红不嫌多，对啊。这是 Bobbi Brown， 这是我第一支买的有牌子的口红，然后用到现在这样。可是我非常非常爱这个颜色，所以我都就是想，你看它都用了有点痕迹耶，你去跟我拿吗？然后这个颜色我也很喜欢，非常喜欢，所以这个不会丢。哦，然后再来就是这个我想要给人。这个真的是正红色哎，但是有时候会想到一些什么，如果什么参加宴席啊什么的，就会一定会用到。但这个颜色我真的是不会用哎，我就来拍拍看成员谁要，我们完全没用过这个，完全没用过。然后你看，这是润唇护唇膏，粉红色的，这个我非常喜欢。我现在目前最喜欢的就这两个，就是这个跟这个是我的那个护唇膏，所以这个一定要留着。然后这个是我不知道什么我要买，然后我觉得它超难用，所以我觉得这个可以丢，就可以给人。然后这个是正红色，哦，这个也是正红色，这个是蓝汁的还是什么？我看一看，这个是阿嬷红哎，这个其实也可以送人，只是不知道会不会有人要。好，然后这是利 A 的，这个是酒红色，好像。送人，然后这是完全没拆的，我也不知道这到底是什么。他说他是玫瑰花架色，
喂，不要小看阿嬷，跟我出去的时候可以擦。哎，其实我没有很爱擦口红。哦，这个是兰芝的吗？还是什么？哦，它就是玫瑰红。这个我还没用到，但我觉得应该会用到这个，所以这个就哦，因为我那个时候看到 model 擦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好看。嗯，然后这一支我一定会给人，因为这一支是我表演的时候会穿，因为它会用，不是穿了，因为它完全就不会掉色，不容易掉色，所以这个其实很好用，但我决定送人。然后这个是我最常很常用的一个橘红，然后这个是我最近也超级爱用的，新买的，最近新出的。然后这个呢就是小润唇，也很好用。这个其实有一点想送人，因为完全不会擦，但每次想到这个是紫红，可是每次想到一些什么万圣节会擦，可是我就是不会擦，所以其实也可以送人。这就是阿嬷会擦的红，这个也可以送人。然后这个我也不知道什么会买到两次，但是因为这个颜色我非常爱，它这边是纯紫，然后这个是雾面的，所以就很好用啊，这个以后可以用。然后这个呢，这个真的是我非常非常非常喜欢，也喜欢的。这个是跟那个自己的嘴巴最像的颜色。然后这个是在国外买的，那时候加拿大买的。好，就这样。我总共要，然后这个也很香哦，香香蜜蜜的。这个是那个适合在。就是水蜜桃的颜色，这两个都是水蜜桃的颜色，所以就是很好。这个是你看我不知道什么都买很多一样的颜色，这好像也可以买人。好，我已经准备好我的要出售的口红，口红堆了，就这些。对啊，就这样。我今天要总共是要给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七支啊，七支口红。问一下那个 TP 大家会不会要到？哦，然后还有一个口红也是，就是表演都不会掉的，但是呢，我觉得我真的很少用到它 ，Maybelline 的。哎，我觉得这个是小三美人推荐给我，但是因为我太多这种颜色，这好像还可以给。然后这样应该算是有丢一些东西吧。好啊，你叫翁同勋跟我拿那个最红的，他怎么可能会买啊？拿啊，他怎么可能会喜欢？还有这个腮红，我真的不想再用了。我觉得这腮红一直以来我用都觉得很丑。这三个颜色，我觉得我每次涂到我的脸上，我都拿来把它放在眼影上面。这三个颜色我拿来用，我都觉得很不好看。寄给他，拿一个大红的，好，我就拿一个大红的给他。这个啊，这不知道是什么牌子，这个超红的，全新，你们看到多红吗？超红，还有刚刚兰芝的那个，啊，兰蔻的这个，很红哦，超红哦，这我朋友生日送给我的。你看，这个真的是芭比红哎，很恐怖呢。这个也很红，你们就知道这些比红包红，真的、啊、比红包红哎。你看，女人啊，就是女人，爱乱买，然后又不负责任。
我要把口红擦掉，因为我要那个喝咖啡。谢谢朱莉安给我可爱的小兔子。如果我擦很红，一定很不适合我，会不会很港星呢？压来擦擦看，我先喝一口咖啡。对啊，我来擦一次很红很红的那个，擦擦看哦，真的很红哦。黑咖啡，对啊，黑咖啡。我先喝完我的水。可以照架。红唇力，我们不要吓到第一次来的人。哎呀，好红哦！好像特效，我现在觉得我很像特效那个嘴巴。以前不是港星都很人很空哦，嘴巴太红了吧？你们看，好像不适合我。好红哦！有岗位吗？但也没有啊，可为了一般都要翻白眼，我已经很少在这边翻白眼了。热情如火，大家觉得适合我吗？好像牙齿变得特别白，大家觉得适合我吗？Hello， 懒熊出没。那时代流行都学美国港星，妆容都大同小异。你说话这样吗？这样会有点太妖艳。好，我现在要擦掉，我觉得。我很不适合这种颜色，那有多红？好浪费口红！我不要再做一些很奇怪的举动了。你想诱惑谁？穿丝袜然后擦口红？哎呦，你这样很性感呢！哎呦，存意呢？你看，100元起价，开始寒假。哪有？还我正常的颜色。1000了，直接喊到1000了，卖1000卖！我要来看一下。那你要来我家附近的垃圾场找一些，而且我跟你们说，我真的买了一些很奇怪的东西，都这从来都没在用，我真的是拜托自己不要再乱买东西，我现在一定要控制自己。我唯一最近爱买，我觉得我唯一乱爱买的东西，最好用的、最实物的东西就是收纳盒，其他我都觉得很没屁用，我买了一堆耳环，然后都没人用，然后买了一堆，你看你们说口红，我也没那么多嘴巴可以擦，每天带的就是那几支一样的，所以有时候真的是觉得吼，女生吼真的是不要再讲，
那也没办法，女人就是乱七八糟嘛。记得叫我去吗？对啊，真的是无限理由，觉得哦，我会用到这个。没想到，殊不知根本都没在用，所以其实就是浪费。来，跟大家推荐一个很可爱的小书本，然后这本书呢是郑新慈，给我看的，我都还没看过，所以我等一下下播的时候要来看。但是我想要先给大家看这本书叫什么，叫做《我离开之后》。然后呢，他是在说一个母亲给女儿的人生指南，以及那些来不及说的爱与牵挂。如果有一天妈妈突然走了，没有妈妈的陪伴，谁来提醒我收拾房间呢？谁能煮出那熟悉的味道来抚慰我的胃呢？当我遇到对象，谁能告诉我他是不是对的人呢？谁来帮我面对生孩子的恐惧？我又该如何让孩子认识外婆呢？也许如果妈妈可以给我写笔记，教我解决这些大小问题，教我去适应他已经离开的事实。我就觉得天哪，真的是这本书真的是，我买一堆圣诞厅也没有拆过，哎，跟我们同个意思，反正总是会有机会用到。哎，这本书其实就很想哭哎，我刚刚讲着，其实我就有一点想要落泪，所以如果等一下我真的读了，会不会我等一下自己直播完，然后自己再坐在这，然后自己哭呢？而且他说，插画家女儿哈利在某个失眠的夜晚，意识到母亲总有一天会比自己先走一步。她害怕她想象母亲死后的各种可能状况，想象她会错过有多少重要的时刻。隔天早上，她要求母亲舒西写一本《妈妈离世指南》给她，逐步教导她和如何度过没有母亲陪伴的日子，包括煮一锅咖啡治愈心碎，想念我唱一首歌时，或者记得对自己的身体好一点，之类的话。母亲舒菲幽默又机智的文字搭配哈利真挚而强烈的插图，这本书成了最棒的人生礼物。每一位读者泪眼汪汪又哈哈大笑，深刻体会爱与失去，记得珍惜心爱的人，相处跟他的每个时刻。而且它里面就是会有小插画，木木，如果你失去我，你会谁带你去溜？它里面会有那个小插画啊，小插画是女人画的，然后文字是妈妈写的，所以就是，我觉得，好了，我还没看，我就没有办法了耶。这本书好像很棒，但是好，而且我要去你附近耶，什么？你要去我附近？我要出门了，今天又不能跟网。好嘞，我会想你。好的，我有时候听到感动的歌，看到感动的故事，也会落泪。人就是要哦，我已经哦，不好意思，我已经不是在桃园喽，好像绘本对，啊、它就是一个妈妈写字，爸爸画画的书内容，我觉得很棒哎，哭了。但是我关播，我要先去做一些事情，
我要先去烘我的棉被，然后再去买个东西，买个吃的中餐好了。算了，我刚刚早上吃很少，就吃两颗蛋跟一个香蕉。当你做的事让你有感触的时候，很正常啦，落泪。哎，我跟大家分享一件事吧，就是我，我觉得我最近好像不知道是因为从开始会看书这件事情之后，我不知道我很容易被文字感触到很深，就是有些文字会真的进入到我的那个心里，然后甚至到我的脑袋跟我的全身细胞，就是你会感触到哦，你好像也有跟他一样的样子这样。所以我最近对文字非常非常的敏感，以前小时候就是不爱看书，然后都是只是爱看画面，所以对想象跟做梦是非常非常喜欢的。但是自从看书之后，我觉得对文字非常敏感，以前是画面很敏感，现在是文字很敏感。烘棉被，我拿去烘啊，因为我刚洗，今天看到1:30。那我的文字会进入到你的心里吗？有的时候其实你们给我的文字，有些人会在私讯里面小盒子里面给我一些文字，所以我就会看到。对啊，我觉得我慢慢的变文青，还是其实我以其实我是喜欢读书的，只是因为我以前那个环境我都是要打工，所以就变得我没有那么喜欢读书，然后会觉得就是看到书就想睡觉。但其实我一直都是喜欢的，就是看书啊看什么是喜欢的。因为以前在学校的时候我会去图书馆借书，但是就是可能因为学校的诱惑太多了，你知道吗？就是跟同学出去玩啊，或什么什么，然后买吃的啊，或是他啦什么的，讲很多话，根本就没时间把那个书看完。但是其实回到家是可以安安静静的，就是看书，只是因为又是因为要打工什么，因为我都是上完课然后就去打工，然后打到很晚回家，所以其实是想看，只是没有什么去看到它，但是是被有些故事会想去慢慢读的这样。看来写信给你要注意点了。我是很认真看你们的给我的信哦，我很少写字给你。你想看吗？我可以天天打一篇给你。好啊，当然好啊。之前翁暂停的时候，我天天打一篇文章给他鼓励，至少写了2个月吧。哇，你好棒哦！要看什么类型的书吧？你会看《穷爸爸富爸爸》吗？没有哎，这什么书啊？感觉蛮特别的哦，《穷爸爸富爸爸》。我看书，我想睡觉都是因为眼睛远视的关系哦。我不是想让自己醒，我手机宕机了，因为有点过热了。喂喂喂，手机宕机了。因为有点过热了，喂喂喂，等一下，如果突然关机了，就代表它过热，过超级热。太忙，人缘太好，理财圣经啊，哦，我真的要出门了，哦，这种东西我不会读，理财圣经什么都不会读。我知道，我之前去成品都会看到那个。我想看书，就类似那种理财管理啊，什么什么什么管理啊那种。你会看金庸武侠小说吗？不会，但是我觉得以前的那种什么霸道总裁的那种小说啊什么，其实那个是可以读的，因为那个还蛮像剧本的，就是它会让你有故事的，从头到尾，然后就像一个完整的剧本这样子，那个其实是可以读的。但是金庸武侠小说是没有在看的，除非我真的去演了古装剧啊或什么的，是需要看到的，我一定会去看。因为毕竟我是当下很，如果要做一些事情我是会很努力的。你看其实我第一部海永家的时候，我是很认真练英文，然后我就是不想让大家看到我不会这件事情，所以就是去练。其实我也是不太爱讲英文的人，但我很认真的去把它练习到会为止这样。然后我在拍那个木兰的时候，我也是非常非常的认真的在武打这样。虽然我觉得
也小小的有天分武打这个东西，因为我们常练武，其实肢体协调是因为练武而来也会有的，所以你在打那些东西其实也是很认真，而且我们那时候好像练了三四个月吧，就 有一点暴瘦这样，然后出国之后然后就是一直在练了，一直在打，就是其实是好玩的，然后很认真的让大家觉得哦，不要觉得我只是来乱的这样。然后第三部其实我原住民片是全族语，我知道我那个前阵子拍的那个是全族语，但其实族语对我来说很熟悉但也很陌生，因为毕竟我们在外都是说中文，没有什么在说族语这样。然后因为那个片就是为什么我要把我的衣服抹掉，是因为就是在演，就是有些东西是不能说的，是干嘛的，但是这部戏是要全族语，就是你要能讲金庸，好，我希望可以，希望这样。对，然后其实我刚开始，而且我们好像只有，而且我们接到这部戏，然后我跟戏里的爸爸还有一些小朋友什么的，我们只有一个月的时间可以练足，所以那个时候我也是卯足全力去练足，而且我们的台词算是里面最多的，所以就一直讲话一直讲话，所以我觉得很认真的把它练完。然后重点是不是只有背完跟练完了，是你还要有那个口音呢，跟你要有那个以前那个老人家在讲主语的那个样子，就是完全你就是要一直去看片，然后有看到什么或者是看一些记录什么的，就是有些阿嬷在讲原住民，我那整天都是一直在查一些老人家或是就是以前在讲主语的那个样子，也要学得很像这样。对，然后所以我就很认真练，结果你知道吗，我蛮开心的，因为那个我的导演他是学兵导演，然后他也有去拍，他也是那个姐他们最近拍的那部片，就是关是什么鬼，是怎么可能是我家的祖先，怎么可能是我，反正我也不知道那个什么，但就是很长的那个，就华裔那部片，然后学兵导演也是里面的那个副导这样。然后他就有跟勋姐，勋姐刚好在拍戏，然后他又有跟勋姐聊天这样，然后勋姐就说啊，那阿丽还好吗？拍完怎么样？就是会问啊这样，然后学兵导演就说哦，阿丽的主语超好的这样。然后当我听到这个的时候，我就觉得哇，真的是有让大家觉得说，因为学兵导演也是原住民，可是他不是跟我同一组，但是他觉得我讲主语讲得很溜，然后也很像这样，然后我就当下是觉得啊，我要更加努力。就有的时候真的是听到这些东西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哦，我做这些事不是白费的，然后是有认真的，是有把心，对，就是你知道哦，真的是谢天谢地耶，感谢赞美主。因为我真的是，我那时候其实小小的觉得有一点困难，因为剩一个月的时间怎么可能，我怎么可以把一个十几页的主语然后都是我在讲话，怎么可能会把它背完或念完？而且我第一次念的时候，你知道我阿嬷说什么，她说你怎么感觉是在唱歌，怎么感觉不像在念，怎么念的不像原住民这样。因为我家人都觉得说我在外这么久，然后就是其实就是已经忘记那个主语的这样。对，我是基督徒，好，不要理我，是一个口头禅。对，然后我就听到姐跟我讲，然后姐又说，就哎说什么，哎学兵导演说你有在里面啊，感情戏什么的很好什么的，就觉得哇，真的是我最近几年的经历告诉我，就是还蛮多东西是可以演出来的，就是因为演戏是会去想以前的事情，或是最近正在经历的哪些事，去把它贴在戏里面这样，所以就是很开心，开心我的主语有，而且我的主语老师还就他，因为我主语老师也都有跟去山上拍这样，他有去听这样，然后他就有说哇，你这个可以去当国小老师的耶，这样国小主语老师这样。他说你可以去考咯，高中大学的什么，他说你这个已经是很厉害了这样。然后我就觉得哇很棒哎，就被主语老师认可。
然后但其实就是有时候做这些事你就会觉得，哎，你刚开始想的那个困难度，其实先不要想那个困难，就是先想到先做就对了啦，不要怕这样子。每次都是这样，就是虽然会有点怕，但是想说算了，先做就对了，不要怕这样。对，我已经不管那个，我就是那种做的事不想那个后果，然后可是我就是当下是很冲很直的，就是很一点都不理性做事的人，但是又会怕说会不会东西不好这样。笑得我全部忘光了，其实我也很常啊，你看我拍完我也都忘记了，所以其实我虽然这种心态不好，但是就是因为头脑没办法装那么多东西，所以你当下就是必须得把它放下。阿力，对啊，你知道我当初进来公司的时候，我也那个时候也是就是想说不管了啦，随便报了啦，管他的，这样有没有上无所谓了，这样真的是这样，什么事做了再说。但是呢，就是这种东西，就是你非常要有抗压性啊，就是非常进到里面，你也不知道你会遇到什么状况。因为我是先做，我就不会去想那些好的不好的，反正我就是做，我有想做我就做。所以你知道，你有时候没有想到那些不好，你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你的抗压性就是要提高一点，不然很容易你就会回家哭啊，回家怎样啊这样。我也是莫名其妙一个人要去冰岛的，好棒哦，就真的很棒哎，喝了再上哎，什么东西飞镖，想被打屁股吗？哎，我跟你说，我这个包包我也是买了，从来不用哎，突然想到，这个包包真的，我真的是我在想要不要给郑兴慈，因为郑兴慈很喜欢绿色的包包，而且这是编织包，我在国外买的，好像才。哦，但是我对这家店真的是超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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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开心的，反感到一个我真的讨厌这家店的老板。哎，你知道吗？你们知道一件事吗？我去他们店买东西哦，然后因为他们地方就是类似像是 Outlet 那种这样，然后因为我们每个人，因为我们是换那个嘛，加拿大钱，然后我们就都是换那个像是1000元这样子，就都是大钞这样，然后因为我身上真的只有大钞，我们就没有零钱嘛这样，然后我就说我要这个，可是这个好像才台币大概有特价吧，600-700吧，它原价好像是，对，反正就是500-600还是多少忘记了，反正就是在那个价位这样，很便宜，因为它有特价，然后又是编织，它是有质感的这样。然后我就去把那个就像是类似说好我1000元大钞就是给他这样，然后他因为他是看我是华人这样，然后他因为他是看我是华人，他觉得我是会不会是这样，然后他因为他是看我是华人，他觉得我是会不会是骗人的，因为有他们就是因为有些人是会不会是骗人的，因为有他们就是因为有些人是怕说那个我们。结果他就跟我说，他就讲英文说 no， 他讲我忘记他讲什么，反正就是我朋友会英文，然后他就那我说我们这个也是钱啊，怎么不收这样，他就问说有没有零钱这样，然后我就说 no， 我们就只有这个这样，然后他就不行，你不能用这个付，结果下一个人结账，下一个人结账也是用1000大钞啊，然后可是那个是他们加拿大的外国人，这样他就给他付，他就不给我付，然后我就说我真的没有，不然我就不要买，然后我那个什么的，但我不是这样的人，所以我就想说可不可以拜托，就是我就买了，我还是买了，我朋友就呛了，就说不管，你就是给我买，他才给我收那个钱。对啊，你看这个包包完全没有背过，完全哦，我想说要给谁这样，然后这个包包就是里面的容量就是非常非常之小，就可能装一些小东西嘛，但最主要是因为我那阵子很喜欢编织包，就是一些这种可爱的小花色，就还蛮可爱的，是不是，就有时候你刚开始不知道怎么搭，然后突然就又有想就是背上都觉得好看，你们觉得好看吗？但因为我没有这种颜色的衣服，所以
就不知道怎么答。可是因为郑清池很喜欢绿色，所以我想说要不要给他。你们觉得好看吗？对啊，对啊，真的真的，根本是歧视。什么啦？极右派跟百人至上主义的什么意思？我怎么觉得你那时候，我怎么觉得是你那时出国的事？对啊，我出国去到加拿大，加拿大的时候，啊，然后有很多小包包是完全不会背的，不会带的。最近真的是爱带那个什么。哎，我发现我好多印章哦，什么到处都是印章啊，真的是到处哎。还买了耳塞，耳塞是可以拿来睡眠的。怎么又有荧光笔啊？好笑，到处都是荧光笔。这是印章，这就是印章，好多印章。可是因为我那时候就是真的想买，所以我就想说算了，反正我也听不懂，我也不知道他在骂什么，所以就我那时候就想说，我那时候就想算了，就是要买这样。然后因为我朋友你真就是要买，他说你歧视哦，他有讲歧视的英文。他也强调我们不是骗人的，是不是觉得很厉害啊？如果我会英文，我也会这样讲。哎，这谁送我的明信片？哦，好可爱哦！哦，对，好可爱哦！阿姨喜欢到处都有印章跟荧光笔，没有是不知道为什么会有，怎么会那么多嘞？这个包是我第一个买的小 CK， 就我到现在都没什么在背，之前常背，现在不爱了。那你有穿我在欧洲买？有啊，欸，很好看呢，欸，你知道吗？我当下我记得去我拿衣服的时候，欸，拿礼物的时候，然后还谁在我旁边啊？忘记了，反正就是一个成员，我忘记是谁了，因为那时候跟太多人，然后他就说哇，有牌的欸，这样，他还我们还看那个标签多少钱这样，然后我还算那个价位在多少这样，然后说哇，你粉丝怎么那么好？我说对啊，真的很好哎，然后我都舍不得穿，因为它是白色的嘛，然后我就没有那个有欧洲的袜子，对，有欧洲的袜子，谢谢一凡。其实那还有金米之后你送给我蜡笔小新，我也觉得超可爱。那个甜点的三个，我就放在客厅当装饰品，超可爱的，超 Q 的。对，反正呢，我就是非常热爱穿买白袜的人。但是那个白袜是我唯一不敢穿的，因为那个有点小昂贵，而且如果穿脏了，你会很心疼，所以。我就是尽量能不穿就不穿，然后重要场合再穿这样。知道我是非常非常不喜欢用脏东西的人，用脏再洗当然，可是就是有的时候就是不希望那个太脏啊什么的，或者是洗不掉啦，啊，这样我就会很难过啊。也有就是可爱的粉丝的小瀑布们送了我一个很可爱的，也都没穿到，没关系啊，你自己留着穿啦。什么东西？你们的东西我都有好好使用，谢谢你们，但我希望你们可以多送信就好，不要再花钱钱了，没送过什么东东给你们没关系啊，来看我演出我就很开心了，真的默默起床了，没有他又睡回去。
这个是之前，我觉得这个东西很棒，这个是我的专属的，而且还有写阿丽专属的那个宝盒，珠宝盒，而且放戒指放什么，然后我就觉得很棒，因为我很常出去啊，然后不管是出去玩啊，或者是一些表演需要用到这些东西，可是你当下又没办法在家里佩戴，你是要带什么这样，然后这个就很可爱，就可以带出门，就是很棒，我觉得给我这个是很棒的，谢谢你，就是很喜欢，非常非常喜欢。还有一些什么小东西，看我也会自己先把一些可爱的那个，哦，默默也好可爱，大家送我礼物都会写卡片，这么可爱，我都会看哦，所以你们不要乱写哦，不要写什么我的坏话哦，好了，教我坏话也可以的，我无所谓，最喜欢听坏话了。还是送卡号给你，叫我给你卡号，叫我给你那个吗？文笔不好我都不写，又没关系，无所谓好吗？我又不在意那个文笔，我在意的是你们的心，不送也可以好吗？再次强调，不要乱花钱，但是你们送我，我也会好好的使用它们，甚至把它们放好好的。没事啦，小吉，谢谢众好，也尽量也不要送信，信也很贵啊，其实你们寄过来也是需要给钱的呢，对吧？前阵子真的是我手多处的割伤，欸，我真的觉得那个时候我当下被割伤的时候真的是超痛的，就心想说到底为什么最近这么的容易被刮伤，骚扰讯息，你觉得那是骚扰的兴趣，就骚扰黄色天啊，但我也觉得这件是什么爱迪达买什么，就是还蛮可爱的衣服，钱再赚就有了，我们都一起赚钱存钱好好生活，小机器人的红玫瑰，午安那中影，我脚也受伤了，带伤去泰国。怎么会受伤呢？还好吗？现在？但你应该看习惯了。看习惯什么？来晚了，没关系，还有20分钟，好好把握。喂，存钱买房子好哦。对啊，就是要买房子啊，给家人一起住啊，不要就是怎么讲，就是。不要把好的留给家人，珍惜家人，这样爱护家人。我的讯息哦，我都会看啊，没什么好不好？你们给我的讯息又不是什么，又不是什么真的骚扰，是让我觉得不舒服。不会啊，你们给我的讯息都是一些分享你们最近在干嘛，或者是什么。什么一些心里话我都会听啊，怎么可能不看这些东西，我觉得对我来说我们就是要互相了解嘛，彼此分享，彼此留一个小小房间给我，告白也可以，可以啊，当然可以，怎么可能不行，你可以告白说哦我爱你这样，然后我也没办法回你，就只能就是每天传我爱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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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心型的兔子娃娃，玲玲儿中午好，出过一次车祸就废了，希望可以康复，有话题可以聊，是七七型的小兔子，对啊没错，谢谢子子也都会传讯息，
哆来咪发嗦，拉发咪来，哆，嗦发咪嗦发咪来，宝贝。突然天气变了，对啊，今天又变冷。还有想说今天可以有阳光晒棉被，结果，木木是猪。对啊，所以我才说等一下我要去烘，等一下要找那个就是可以烘的地方去烘。烘完之后呢，我就可以回来午休啦，还有看书，看那个我离开之后。嗯，木木好命呢。我在想我午餐要吃什么，等一下煮面吃好了，刚好家里有一些菜，菜跟蛋。我觉得加菜啊，加蛋啊，然后面什么的，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很好吃。而且我最近很喜欢吃辛拉面跟安城汤面，最近喜欢吃那个辣辣的东西，就是越热越冷越想吃辣的。高雄是大太阳，默默好。辛拉面好。第二，我要对，我顺便要把一些回收给一些阿姨，楼下的阿姨们，因为我家附近就是我带木木去散步的时候，都会发现一些新大陆。嗯，前阵子就是看到一些阿妈在她在捡回收这样，然后我还就是特别停了一下，我说阿姨啊，我就想阿姨，虽然人家是阿妈，但我说阿姨你的。碗熊面是什么？可以推荐给我吗？哎，可以传私讯给我，想知道有什么面好吃。就是韩国泡面，我喜欢吃韩国泡面，喜欢辣辣、辣辣香香的面。然后我就问那个阿姨，我就说，对啊，辛拉面真的一点都不辣。我就问那个阿姨，我说阿姨，你有在收纸箱吗？这样，因为那时候是刚好看到她在收那个宝特瓶什么的。然后她就说有啊有啊这样。然后我就说，因为我最近就是快递很多嘛，就是因为搬了新家，所以就是买了很多东西，所以那个回收就是要丢这样。然后我就说阿姨，那我之后再给你这样，因为我说我先回去整理我的纸箱这样。他说好这样，我传给你一个会失心疯买购买的地方。好，没问题。吃的吗？我对吃的可以失心疯买，因为吃的真的是很重要。哎，谢谢你的红梅，所以我现在要对一些物品不可以一直买这样。碗熊面是什么？好特别，听了名字就觉得很特别。好，对，所以我就找到了阿嬷回收地方。其实也不用追垃圾车啊，有时候只是想丢回收，就可以把这些回收给阿姨们，阿姨们他们就也可以。辣鸡面没事，别尝试哦。我跟你讲，我吃过，我不喜欢，因为我没有很喜欢这种辣，那个辣会让人家嘴巴破，我就不喜欢。我没有很喜欢那种辣到会让自己哭啊，让自己就是一直灌牛奶啊、喝水的东西，所以我觉得那个没有到很健康。虽然说泡面其实也都没很健康，但是总比吃泡面，我也不会去常吃辣鸡面。我之前我表弟堂弟吧，他超级超级爱吃那个辣鸡面，然后每天看到都爱吃那个。然后我就说弟弟你少吃这样，我说那个东西真的很不健康，之后就很少看他吃。我觉得那个会让身体不好，而且我弟长很多痘痘，所以搞不好你吃就是长很多痘痘。我超爱主播怎么搬家请搬，没有自己搬呢，我从来不请搬家公司，因为那个很花钱。而且我觉得我自己个人很喜欢整理东西，所以我刚开始在从这个家搬去那个家的时候，你就会拿纸箱嘛，然后一个一个把东西装好这样。而且 我搬回来之后会一个一个自己放上去，因为我觉得搬家就是要自己整理，然后很疏解压力。有的时候我如果觉得最近心情不是很好，我就会整理，就明明很干净，但我还是要整理，就是把一些东西整理的感觉也是整理了自己的思绪一样这样。
不会拉肚子。谢谢思琪的小可爱，小可爱兔子。哇，这么好，可爱的可爱暖暖包。之前我朋友有送给我蜡笔小新的暖暖包，像我都用完了，因为我冬天很怕冷，所以暖暖包是我也会必买的东西。蜡笔小新，蜡笔小新真的是很可爱，其实蛮多，现在蛮多人喜欢的，对，很可爱的。收纳的，哎，不是饰品。现在再把我的帽子收纳起来，觉得我的帽子好多、哦。我最近又开始狂买毛毛，我非常喜欢戴毛毛。买了一些可爱的小毛毛，看黑色的、啊，这种。但我戴我都会留，就是讲我都会讲，然后或者是说。就是这样，就可以整个包覆到我的头跟我的耳朵，然后就不冷，因为我是一个非常怕冷的人。然后就是这个灰色的毛毛，我也买了橘色的，但我自己本身就有别的颜色。然后因为我对搭配嘛，就是喜欢这些黑白灰的颜色，所以就买这些。毛毛是就是我非常非常爱。冬天爱戴的，然后之前也在很爱的毛毛弄丢在日本了，呜呜。那你有再买一个新的吗？炒面也很好吃耶，那你去北海道怎么办？抱选北极熊。嗯，就是怕冷咯，那也只能就是。多穿喽，穿到让自己着火，让自己着火。我想把这个放去。啊呜！里面是什么？好像可以把这里面的东西丢掉。哦，这里面也是线，为什么那么多充电器线？等等，怎么那么多？啊，这个是……哦，那我还买哦，真的是哎，哇，真是的。那我就把一些充电器线放这里，这里就不用放进去，可以放这里。哦，这个就是请朋友一起搬啊，那时候有请朋友搬，而且台是就是有朋友搬家是一件重要的事情。然后我朋友如果可以要搬家，我也会去帮忙。这样，这个是互相帮忙，必须的，必须得。没有啦，好啦，是就是因为没有找到充电器线，然后就把线拿去，又去买线。哦，我真的是不应该。好啦，但我会克制我这个行为，好吗？啊、哦，而且我这边也是一堆线，到底是要多少线？我真是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多线。你看，这又是怎样？哦，这个是相机的那个啦。转接头，就是互相帮忙。如果他需要搬家，我也会帮忙他。哎，我跟你讲，我这个线我真的买了，从来没用过。这个叫做平板充，然后这个充我从来没用过，因为我觉得这个很没有屁用，但也卖给别人也不知道要干嘛，反正就自己留着。然后这个就是转接线，
哦，那这种东西可以丢在那个下面。哦，太有险了！我记得这个坏掉，这个要丢掉。这个好像还太多这个线了。我开车是家人啊，家人有车就可以开，帮我开过去。啊，搬你当然要自己搬了，不然你还要请家人帮你搬，这样很不好呢。除非家人想搬，这些线都放在这个袋子里。我现在，大家可以有推荐吗？因为我现在很多什么苹果充电器线啊，什么各种线都放在这种袋子里面。那我觉得。因为我现在是暂时先放在这个袋子里面，大家有推荐什么收纳充电器线的，是那种比较乱捆的，可以有一个一个放的那种，或者是什么的，大家可以推给我，不然我就是先丢在这里。因为而且你又知道苹果电脑的又很大，就是你知道很麻烦，就是啊，真的是需要找到一个好好的充电器。我觉得真的是女人东西怎么可以这么。连充电线也有各种各样，还有一些充那个什么那个吸尘器的、电线，还有一些充那个这种那个睫毛烫的啊，所以就很多线啊，你必须得啊。可是收纳真的是一件，希望可以再把节省，把空间再更节省，节省到就是。完全干干净净，然后好用。充电线女王，很多东西都是需要充电的，好吗？你看，相机也需要充电，那手机行充，然后，电脑，很多啊，这不就是？常用的东西吗？除非你说你没在用这些东西，你就不用充电。捆土式袋子，我现在真的没有找到一个。主播低潮怎么办？我就整理啊，我不是有个好整理，或者是出去慢跑，然后，看书不看手机，而且。我低潮越低潮的时候是完全不打开手机的，就是可能手机就拿来有讯息有看，然后电话有工作接，这样就是有这种才会。可是我完全就不打开 IG， 也不看任何什么 app， 什么都不看，然后就是看书在家里，然后看电视可以看这样，但就是不看手机。整理。跑步，这样，然后或者是回家就是跟家人吃饭啦，或者是去山上放松啊，这样，大概就这样，没有什么。而且其实真的，可能做这些事你就会忘掉一些低潮的事情。不知道什么最近期吧，最近可能因为也是工作吧，所以。用的时间都只有早上起床的那一些下，然后可能中午、晚上，中午后可能休息，有休息会看一下，然后晚上回到家是要洗完澡、吃完东西，躺在床上的时候看。所以其实你说多几个小时我也不知道，但是我如果在家里休息，我如果今天没有工作、没事做，我也不会一直玩手机，我就是会。去客厅看电视、看剧，然后吃东西、看书，这样整理这样。我休息都是通常都是早上起来会滑一下下手机，可是那一下下应该是半小时而已，半小时至一个小时这样。然后开始打扫卫生开始，然后之后就喂木木吃饭，然后带木木去散步，然后再来吃我的饭。我的饭大概都是11点到12点吃，这样吃完之后就接着就看吧。如果休假，你看我都是中午排直播，所以我就直播到1点。那1点结束之后，我就会
可能看书或是看剧，看完刚刚没看完的剧，或是看看书这样。可能会午休一下，可能等一下大概三四点会午休，起来之后就可能会带木木去散步，散完步之后会顺便去买一些，因为附近都有一些可以买的买菜的地方，买一些菜，想着晚餐要吃什么，然后吃完之后再整理嘛，再整理，再把那个今天可能有去烘的棉被啊，或是晒的衣服啊什么的，如果有干再回来。拿来房间折一折，放衣柜，然后放好东西之后，然后喂木木吃饭，然后吃完之后换我吃之后就洗澡，洗完澡可能会再看一下电视，但也有可能会把没看完的书看完，然后再睡觉，就大概都讲。当初木木买20000多啊，快30000吧，20000多快30000，因为它是母的比较贵，因为公的比较便宜。啊，那个时候其实发豆算是蛮，也没有说到很贵，但我觉得已经比以前便宜了。有一阵子很夯发豆，所以那个时候买比较贵。现在是因为那个时候木木已经发豆已经不是那么的，那个时候好像夯柴犬跟柯基吧，好像是，所以木木就是买20000多，快想30000多，快到。没有到30000，但我忘记是多少，反正弄一弄就大概30000，把它买所有东西这样。怎么不养猫呢？我很喜欢狗狗，从以前就很喜欢狗狗。我们家以前我住我奶奶家的时候，我姑姑他们都有养那个马尔济斯，所以我那时候对狗狗就是非常非常热爱这样。然后虽然我们家那个时候的马尔济斯很爱叫，可是最主要都是姑姑在他们在养。然后我只是回家会跟他们玩啊，因为我住家里，所以我就跟他们玩。我那时候就很热爱狗狗，然后我姑姑之前有养过一只狗狗，叫做雪纳瑞，然后它叫做，突然忘记了，但是它超聪明的，聪明到我就觉得，我以后也要自己养一只狗这样。然后到我高中的时候，就看到蛮多朋友都在养狗狗，家里都有狗狗，可是我都自己。住外面啊，就是房东都不会让我养狗，不能找我找到了房东都是不能养狗狗。然后我也觉得我刚好也在读书赚钱什么，好像也没能力养，而且养狗狗是非常非常你是需要想清楚的，不可以就是你养了就抛弃，或是你忙了就不顾它。所以我觉得还是要等到自己很有能力的时候才可以养它。然后我毕业之后，我就出去打工。我不是打工，就是去正职啊，去工作，又没读书嘛，这样就是去做正职工作。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每个月什么这样，加房租什么都其实都很稳定的。可是就是因为那时候想要存钱，我就一直有在存钱。然后存了之后就觉得这些钱也不是要拿来买狗用，就是养狗用，就是。可能因为我加入演艺圈，我大概知道，就是我想要加入演艺圈，我知道大概会很辛苦，所以一定要存一些钱这样。之后呢，而且我又自己住嘛，所以我觉得，而且我那时候加入 TP 之后，我就觉得我都很早出晚归这样，我根本一个人的话是没办法养狗狗，因为狗狗是需要陪伴的嘛。然后可是那个时候我就真的，因为我对猫可能就是真的没有什么特别感兴趣，可是会觉得它可爱，可是就是我没办法，我就是想要有狗狗带去溜啊，带去山上跑啊的那种，就是我不想要只能关在家，不能带出去溜这样。因为猫猫你毕竟你也是要给它去适应，才能带它出去散步啊什么的，还要看有些猫会不会啃这样。然后有啊，我现在这些问题都有改善，因为我自从跟我表姐嘛，就是木木的另外一个妈妈，她之后跟我一起住之后，然后我就决定，因为那个她也很想养狗狗，然后我就说好，那我们就一起养一只狗。因为我姐她的工作是没有我那么，就是有的时候你看，如果就去拍戏是拍几个月什么的，那这样木木谁顾这样？所以姐姐也觉得哦，她也可以顾这样，那两边顾这样。然后木木就是这两年嘛，他已经两岁四个月了。然后他第一年的时候是我们两个一起过，
然后过，第二年的时候是一起过，到第一年快到第二年的时候，是因为我要去拍戏嘛，不是去拍那个木兰嘛，然后就我都去拍很久，出国一个月啊，去小琉球也是啊什么的，然后就那时候都姐姐帮我顾，然后那时候也刚好很忙嘛，因为宣传那个汉姆节，然后那时候就真的忙嘛，然后有半年我都不在家，都是姐姐顾木，然后之后姐姐因为姐要怀孕嘛，结婚，她就结婚怀孕了这样，然后之后就变到我顾这样，然后现在我是跟我室友一起住这样，然后我室友是就是也是爱狗人士，她是非常非常非常爱狗的，所以她也很喜欢木啊，室友女生嘞，她就是她也会帮我顾啊，她工作跟我的工作就是我们如果都没忙的话就因为就会是她顾这样。啊，我也会顾，每天都会回家。只是如果我之后如果又要拍戏什么的，就会互相帮，就请我室友帮我一起顾，或者是我会叫我给我姐姐啊，因为我姐姐家有小孩嘛，小孩又特别喜欢狗狗，啊，木又对狗又对小孩很，她很喜欢小孩，所以我姐姐也会帮我顾，我亲姐姐也会帮我顾。对，好，你们也可以顾，那就拿去给你们顾。好啦。我要去忙喽，我要去上厕所，这样，然后再给你们看一下木木。木木在这里，你没看到在睡觉。他很黏人呢，他是超级黏人。木木，木木，你喜欢睡觉哦？哎呦，这睡得都跟猪一样，只是猪哦。宝贝，怎么这样丑？乖乖，可爱的木木，好了，先念榜喽，各位，木木喜不喜欢睡觉？拜拜，书单吗？我再用到 IG 上给大家看，好不好？没有特别爱的书单，但是就是。我看的书我都会推荐到我的 IG 上这样，对，然后我也可以再分享给限动给大家看，你们可以去看。然后现在来念吧，最近就是没什么在看书，但是之前有很爱很爱的书。第一名谢谢一凡，第二名谢谢吉米周，第三名谢谢欧比王，第四名谢谢嘎比，第五名谢谢中影，第六名谢谢小吉，第七名谢谢 Alice， 第八名谢谢海棒，第九名谢谢阿北，第十名谢谢喝酒喝到吐，第十一名谢谢笑笑，第十二名谢谢朱里恩，第十三名谢谢建谷，第十四名谢谢切尔东，第十五名谢谢艾萨克，第十六名谢谢思琪，第十七名谢谢北向，第十八名谢谢浪客三六八一九六四。谢谢大家。没有，我想上厕所，我想要尿尿小便呢。刚喝有点多水。各位，拜拜。